今天是6月1日，也就是我们的鸭子已经出生31天。今天跟兽医，我们今天跟兽医能够拿了抗生素。今天中午喂了1cc， 其实马上发现我们两只鸭子，尤其是右边这一只大只的鸭子，健康情形立刻有好转，所以等一下下班前我们还会再喂它 1cc。 因为它们现在已经气味很浓厚了，所以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走廊啊，一天大约清2次的鸭舍，因为现在鸭子的粪便很多。在那个水里面，我有加了一点葡萄糖。没有不知道啊，没有不知道。